现在进行鸳鸯拳套路之一二趟地弓拳的教学。二趟地弓起势除外，从第一动开始到收势有40个动作，讲这40动作进行分段，就是分节教学。将整个套路分成6节。第一节，从起势到第八动。现在，我将第一段的动作进行一下完整示范。下面进行讲解和示范。起势，起势时，两腿直立，两手垂于两腿两侧，挺胸抬头，目视前方。第一动。两手提起，曲肘下按，头向左看，这一动作叫起势，它的名称叫阴阳立位，二气分明，就是说起手的时候要吸气，按掌的时候要呼气。动作要领是：两手提至与头同高时翻掌，按掌时甩头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叫虎蹲式，也就是虚步穿掌的意思，由并步按掌开始，两手收至腰间，掌心向上，左脚向前上步呈左虚步，同时两手向前上方伸出。这一动作的要领是提手翻掌在腰间，出脚和穿掌甩头三个动作要合一，出脚穿掌甩头要合一。这一动作也有其攻防含义，下面我们讲解一下攻防意义。对方双拳向我胸前冲来，一个托掌动作，进而我可以翻掌进攻，由防转攻。开始，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叫分手弹踢，也叫分手撩阴，由虎蹲式开始，两手并勾，勾手朝下，经侧向后摆动，勾肩朝上，同时左腿向前弹踢。再做一次，勾翻踢，要领是边成勾手边翻掌，分手使两手成勾手时，左脚迅速前蹬，脚面绷平，力达足尖，要点是分手和弹腿同时。这一动作也有其攻防含义，对方向我双拳进攻，同时
两手分开，翻掌弹踢。注意，来，并步双峰，由分手弹踢开始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右脚上步，左脚再上一步，右脚向左脚并步，同时两勾手变拳，向前灌打。这一动作的要领和要点是，弹腿之后，左脚尽量向前上步，然后右脚上步，左脚再上一步，右脚跟步。我做一个侧面示范。弹腿之后，左脚尽力向前上步，后脚蹬捻，脚掌朝上，再上一步，后脚蹬捻，再上一步，并步灌拳。要求是上步时前脚尽量向前上大步，后脚用力蹬捻。他的攻防要点或者攻防意义是，当我弹踢对方，对方撤退逃跑时，我进步追撵灌耳；弹对方逃跑时灌进步灌耳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名称是盘肘展翅，由并步双方开始，屈肘收拳，使拳心朝下，两拳变掌，向两侧伸开，掌心均朝下，头向右看。这个动作要领是屈肘时两拳回收至胸前，不要到肋前，两肩要齐平，两臂要尽力向外伸展，头向右看。这个动作的攻防要领是这样的：盘肘展翅，盘肘是对方在体后抓住我，可以向下一坐，同时用肘击打对方。接下来我们讲解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叫穿袖掌。左脚向左迈一步，身体左转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收至腰间，掌心翻转向上，左臂外旋，使左掌心向上，右手经左手心上前穿，左手经右掌心上前穿，右手收至腰间，右掌再经左掌心上前穿，左手收至腰间，左掌再经右掌心上前穿，右掌收至左肋前，眼睛看左手。这个动作的要领是穿掌时要尽力向前探身，不要耸肩。穿掌一共是四次，右左右左，穿掌要穿梭不停。我做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右掌停至左肋前。这一动作也有其攻防含义，一是我主动进攻，用掌穿击对方咽喉或者是面部，当遇到对方防守时，换另一手穿击，对方再防再穿，再防再穿，啊，连续不断，就是犯了招架我就是十下，如果是他不防守我就一次进攻到位。还有一种方法，我穿出的掌
如果被对方抓住，我要设法解脱，另一个手虎口朝前戳击对方腕部，右手挥斥。再来一次，左手戳腕，右手回撤。啊，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金鸡独立，由穿袖掌开始，重心提起，身体右转，左手垂直上举，左手落沿身体左侧到体后成勾手，左腿前踢，右手挑起，独立式。再做一次，提起，落手，抬腿挑，停住。这动作的要点，重心提起时前腿要用力蹬起，左手下落，左腿向前摆动，以及右手的挑起要合一。第三个要点，右手要挑经左腿的大腿、小腿以及脚面，然后再屈膝立掌。我做一次看一下。独立式，身体不要伸直，要微含胸，支撑腿微屈。这动作叫肢体三叠。这动作的攻防含义是这样的：第一个动作，咬臂可以做主动进攻。如果我主动劈击对方头部，对方向后一仰，我可以顺势左腿弹击对方，右手击打对方下颌，劈挑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拴马桩，由金鸡独立开始。左脚向左落步，以脚前掌着地，两腿下蹲成左虚右实的马步，头向左看。这动作要领，上体保持不动，落步蹲和上体没有关系。第二个要领，左脚脚跟要提起，不是全脚掌着地，和一般的马步不一样，不是一般的马步全脚掌，而是脚前掌着地下蹲，头向左看，随静游动，静中欲动，静以观敌。第一节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二节的讲解。第二节由第九动至第十五动，我先讲第二节的动作，做一次完整示范。下面做一下分解示范讲解。第一动，裸手装腿，由拴马桩开始，重心左移，左脚踏实，勾手变掌，搂，右勾手变掌，右脚并步，重心提起，左脚正装腿。这个动作的要点是，搂手时重心左移，垫步后迅速蹬腿，
下面做一次这个动作的攻防意义。对方向我侧侧锤，我超级锤，左锤踹击对方的支撑腿，第二种，我如果超锤对方侧部没超着，我可以进步踹锤。下面进行下一动作讲解与示范。裸手装锤之后，左脚前扑呈左扑步，这一动作的要领是装锤之后不是直接落步，而是腿由屈再伸呈扑步，装锤屈伸呈瀑布，上体要尽量正直。下一动作是调打式，由左瀑布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左手上挑，右勾手变拳，回腰间向前打出。这动作要领是边弓步边调掌边出拳，弓步时完成架打动作，边弓腿边调掌，弓步时完成冲拳。攻防含义，对方向我劈拳，这个架的同时击打对方，而不应该先架后打，不应该一架二打，不应该。来一次，因为一架二打用于给对方留有余地，我这样边架边打同步进行，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，叫做拳打三步之，哪步之？一步之是眼步之，架打一下就到位，对方的眼睛视力看不见，所以第一不知是眼不知，二不知是心不知，就打上去以后他自己一点感觉没有，就是没有反应，就心不知。三不知是身不知，身体不知道，打上去以后对方有感觉的时候已经被击中了啊。这叫拳打三步之，架势不发二招，就是我这一下到位，一下就出去了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叫正踢腿，由架打开始，右手变勾下落，左手变掌到右肩前立掌，同时右脚正踢。这一动作的要点是右手后搂成勾手，左手落至右肩前，以及正踢腿，这三个动作要合一同时完成。我稍慢做一遍，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的分解要领。下一个动作正推推以后变成扑步劈砸，我做一遍，正推推以后扑步劈砸，这个动作的要领是扑步和劈拳要同时完成，而不应该落步以后成瀑布了再劈拳，应该落步以后瀑布和劈拳同时完成。下面讲解一下攻防含义。攻
空翻译，我这个右腿上踢以后，搁空中下劈，击打对方，对方可以闪躲。我一个踢腿，然后一劈，你可以闪躲，是吧？我一跳起来劈，闪躲，哎，就我这腿劈起来，下劈腿啊，踢腿，是吧？好，下面讲解下一动指天独立，由瀑布劈闸开始，重心前移，左勾手变掌下按，右拳收至腰间，左腿上提，提膝上冲拳。动作要领是：提起重心同时按掌，抬腿同时冲拳。攻防含义是：对方右拳击来，按掌，冲拳，没事，是吧？按冲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：转身正装腿，指天独立，右拳变勾，正装腿。再做一次，转。动作要点是：右勾迅速翻转，同时腰迅速左转蹬腿，转蹬要一致，转蹬要一致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：转身装腿以后，挑打式，左腿下扑成左瀑布，重心前移，弓腿左掌上架，右手变拳，经腰间向前冲打，目视右拳。动作要领同前，前面有这个动作挑打式，这里也不讲了。第二节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三节的教学。我先做一次第三节的完整动作示范。第三节第一动，翻身劈足，由挑打式开始。转身，右拳下劈到右脚面上，成右瀑布，左勾手，目视右拳。这个动作要领是：转身要快，以拧腰发力带动右拳下劈，瀑布和劈拳一致。这个动作叫劈闸，就是脚不动，右拳下劈。下面讲解下一动，劈心巧挂。右瀑布开始，重心提起，右脚尖外展，同时右手向外拨挂，左手前劈，重心前移，左脚勾挂，右手上挑成亮掌。再做一次，提起掰脚，落左手，挂左脚。这个动作它的要点是掰脚和右手同步，左手向前劈砍要拧腰带手，挂起和右手上挑同时。攻防要点：右脚勾挂对方，同时我用右手虚晃对方，右手虚晃，同时用右脚挂，右手是虚，右脚是实，进而可以左手前劈。下一个要点，攻防要领是这样的：
我的左脚勾踢对方，左脚勾踢是我的右手虚晃之后，左脚勾踢对方的前腿，用左手击打对方，脚向前，手向后，形成合力。说一次，上右脚除右手是虚，对方有意稍微弯，挂。下一动作正装腿，劈心挑挂以后，左脚向左前方蹬出，右勾手至体后，蹬。动作要领是蹬腿和右勾摆动要同时，蹬要同时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挑打式。挑打式，蹬腿以后迅速屈膝，然后向下平铺成铺步，重心前移，左手上架，勾手回腰间，向前打出，目视右拳。动作要领是蹬腿之后不是直接下落，而是屈腿再向下铲出。要领二，边攻腿边架打，要求攻架打同时进行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后扫腿，架打之后重心下降，体右转，两手扶地，以左脚支撑，脚跟提起，右脚向后扫转180度。动作要点，重心下降要快，扫腿要拧腰坐胯，一是重心下降要快，二是拧腰坐胯带动扫腿。我做一次，手扶地要快，拧腰坐胯要快。这个动作攻防方法，我一个架打对方后撤，我进击就用扫腿来完成这个动作。对方一撤，扫晃。这一次你撤右脚啊，出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进步反闸，由后扫腿开始，重心提起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随之跟进成马步，同时左掌经上侧按，右手握拳向前反闸。慢做一次，提起重心，右脚上步，左脚跟步反闸。要点，重心提起要快，上右脚就是进步右脚的时候和左手按掌要同时，左脚跟步时和右拳反闸要同时，重心提起要快，上右脚和按左手同时，跟后腿和反闸拳同时。攻防要点，对方右拳向我胸部击来，按掌同时右拳反闸，如果对方比较远我够不上，可以稍微进步反闸。第三节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四节的教学。
还是由我先讲第四节的动作，做一次完整示范。第一动，上步降足。重心提起，右脚尖外展，右拳变掌，收筋，腰间后，随上步时，两前掌与左膝前交叉，掌心向前。这一动作要领，右脚尖外展与两手回腰间同时。上步和擦掌同时，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：里合腿。里合腿有两掌经侧在头上相击，随之两掌便勾手经侧下落到体后。曾勾手勾尖朝上，左脚外展，右脚里合，左手在体前迎击右脚脚底。再做一次，一拍掌，二勾手掰脚，三里合腿。这一动作要领，击掌后下落，双手呈勾手和脚外展同时，里合的同时身体左转180度，在体右侧落步。下面讲解下一动，外摆腿。外摆腿由左腿做外摆，接上势，右脚里合腿下落后，左腿摆动呈外摆腿，左手在脚外侧击响。动作要领，右脚落步以后，重心微下降，右脚蹬身，腰向左拧，带动摆腿。右脚落地以后，腰向左拧摆。下面讲解下一动，旋风脚。旋风脚是在外摆腿的基础上接坐的旋风脚，应该是旱地拔葱式的原地起跳。关键要求，左腿外摆后不要落地，直接右脚蹬地起跳做旋风脚。左腿外摆以后不停旋风脚。动作要领仍然是外摆腿以后要控制住，不要落地，右脚起跳要快，两臂随之摆动做旋风脚。这一小节讲解到此结束，下面进行第五节的教学。我先讲第五节，做一次完整动作练习。下面注动进行分解的讲解与教学。第一动，狸猫上树，由劈闸手开始，重心提起，右手上举后回收到右腰间，拳心向上，右脚尖翘起，足跟着地，左掌前推。这一动作要点是右臂翻转要快，
同时右脚尖翘起，右手回腰间和左掌前推要一致。这一动作的攻防方法，对方如果出右拳击来，我左手顶住右拳呢，击打对方肘部。第二种方法，对方出拳，我左手顶住的同时，右手由外向下别压。第三种方法，如果对方右手抓住我右腕，我翻转的同时，左手砍击对方肘部，是吧？解脱。如果对方的左手抓住我右腕，我翻掌后撤，解脱。左戳脚，右脚向前微上步，重心前移，左脚前戳，右拳由腰间变掌向前横击，左手变拳回左腰间。再说一次，上戳。这一动作的要点，右脚上步，重心随之前移，左戳脚和右推掌要同时进行。戳脚和推掌同时在攻防上也是同时的。我戳左脚要戳击对方的胫骨啊，膝关节以下部位或者膝关节，同时右手击砍对方颈部。戳脚，那前手呢可以做一个裸带啊，或也可以直接进击啊。我做一个直接进攻，左脚戳击对方胫部胫骨，右手击对方脖子。好，那么右戳脚同理，下一动作右戳脚的攻防含义也是，我右脚戳击对方胫骨，左手横击对方胫部。刚才做一个左戳脚，如果左戳脚对方撤步了，我一戳对方撤步，紧接着做一个右戳脚，戳，好，连击。左戳脚之后，左脚向前落步，重心随之前移，右脚向前戳，左拳变掌向前横击，右掌变拳收回右腰间。再这一次，落戳，要点是落步，重心随之前移，右脚前戳和左掌前推要同时。下面讲解下一动作，弓步进肘，戳脚后右脚向前落步成弓步，右肘向前击出，左手在体前迎击右前臂。我做一次，落弓腿进肘，要点是落步和进肘要同时，落步以后就进肘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双撞，由弓步进肘开始。左手握拳向侧前方撞出，两拳心相对。这个动作要点
是撞击双拳时重心稍前移，力达拳面。进肘和双撞的攻防含义简要说一下。进肘是对方出拳，出左拳，我直接进肘，出拳，进肘。第二种方法，对方出右拳，压压住以后，我进右步，顶肘。哎，是，哎，啊，双撞。如果是我顶肘，击没有击中，这个时候我接着直接做双撞啊，我进肘冲拳进肘，没有击打到对方，双撞。第五节的讲解结束，下面进行第六节的讲解。首先由我做一下第六节的完整动作示范。第六节的第一个动作，左搓脚，双撞开始，重心后移，呈右瀑布，两拳收至体前，拳心均朝上，重心前移，两拳变掌，随左脚前搓，同时上托。这一动作要领，瀑布收拳要同时，瀑布和收拳同时。第二个要领，重心移动要快。第三个要领是搓脚和两个手前纵同时。攻防要领，攻防的含义是这样的：对方冲拳，我撤收回来，然后紧接着我一个攻击，左脚戳击对方胫骨，两手击打对方，这样。好，来一次，冲，再来一次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撅着脚。撅着脚前半步戳脚之后，左脚下落，左手向上，右手向下，两手交换位置，右上左下，右脚勾挂的同时，左手向前，右手向后。动作要领，落步摆掌，勾踢摆手。攻防含义，对方出右拳，格挡，出左拳，再来一次，右拳左拳接着我勾踢，连环来一次，右左，再做一次，右左，撅脚这个动作的后半部分。勾踢之后，身体左转，右脚震跺，两手支撑地面，蹬出去。动作的要领，左脚落步，身体要迅速向左拧转，第一个要领。两手扶地的位置正好和右脚尖呈三角形，等边三角形，蹬脚向右上方蹬脚，力达足跟。攻防含义，如果我一个搓脚，对方逃脱，
我一戳咬对方头戳，我转身一脚蹬击对方胸脯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坐盘劈砸，由撅着脚开始翻身劈砸。要点之一，左脚落步的同时身体翻转180度，左手下落。劈砸和坐盘同时完成。下一个动作，右桩腿，由坐盘劈砸开始，重心提起，左腿支撑，右脚迅速蹬身。再做一次，提蹬，右桩腿，动作要领，重心提起的同时发腿，不能站好了再蹬腿。我做一次，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讲解，指天独立。右桩腿之后，右脚向前下方落步，同时左手经侧上举后前落，提左膝冲右拳。动作要领，落步和按掌一致，提膝和冲拳一致。攻防方法，对方出一个勾拳，压住以后击打对方下颌。来一次，好，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下一个动作名称是左桩腿，由指天独立开始，右拳变勾，左脚回蹬。动作要领，变勾蹬脚，勾在转体拧腰的作用下完成，腰是主动的。再做一次。攻防方法是佯攻右方，实攻左侧。啊，右边来敌了，我虚晃一拳，马上哐一腿蹬击左侧。下面讲解下一个动作，金马坠桩。左桩腿之后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同时左手向左侧平搂，右勾变掌，收筋，右腰间向前平砍，左掌变拳回经腰间，右脚上步长丁步。做一次，落步搂手，丁步砍掌。这个动作的要点，落步和平搂同时，丁步和砍掌一致。这个动作的攻防方法，对方一个右摆拳，搂砍连起来做，我可以边搂进步拧转。快做一次，快做一次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下一个动作是虚步架拳。金马坠桩之后，右脚撤步，左拳变掌，经右掌心上前穿，重心后移，右手侧摆，两掌变拳，左拳经面前下摘，右拳经体侧上举，呈虚步架拳。动作的要点是侧步和穿掌一致，
身体扭转带动两臂的运行，也就是说身体要向右拧第一次，然后我向回拧第二次。下面讲解最后一个动作，收势，由虚步架前开始，重心提起，两拳变掌，收回腰间，提右转，侧左脚，同时两掌前穿，侧右脚，两掌下落，继而上举，鬓左脚成鬓步，两掌经耳侧向下按落，头向左甩，两掌心向下，掌指斜向前，然后两手吹落于体侧，并步站立，目视前方，收势。这个动作的要领和要点是：两拳变掌要快，侧步转体伸手要同时，侧右脚摆掌同时，并步和按掌同时，两手下落和头向前看同时。整个套路的教学到此结束。这套拳名称为二趟地宫拳，是鸳鸯拳中的一个基础套路。二趟地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鸳鸯拳的主要特点。鸳鸯拳的特点是左右对称，以腿弓见长而著名。那么二趟地宫中有很多腿法，例如有蹬腿，拳术中称为桩腿；有弹腿，拳术中称为点腿；还有正踢腿，以及正踢腿落步时所演变的下劈腿。此外还有后扫腿，后扫腿扫半周，和长拳的基本功练习扫一周不一样，这正体现了鸳鸯拳的实用性，在交手实战中扫半周是最实用的。除了扫腿以外，还有里合腿、外摆腿，还有左右搓脚。左搓脚以外还有挂脚，挂脚是在撅着脚前面那个挂脚，挂着脚以外还有撅着脚。另外撅着脚我们这里边演练的是大撅着脚，撅着脚分为上中下三种。大撅着脚是由两手撑地，手与脚呈三角形顶足之势，以固定桩步，然后蹬踹对方胸腹。中盘撅着脚称为撩撅子，在其他拳术里面有这一个腿法，有这一个腿法。撩撅子是后撩，后撩的动作撩击对方的裆部，称为中盘撅子。下盘撅子又称为旁撅子，旁撅子在其他拳术套路里边有这样的动作，比如说像蹬周腿这样一个动作，是吧？属于旁撅子。因此看来，二趟地宫拳中包含了诸多腿法，以及很多拳法和实用的招法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学习的这套鸳鸯拳，你既可以锻炼了身心，达到了增强体质、增强体能、强身健骨的作用，同时也达到了掌握一定的技能，掌握了一定的攻防的方法和规律。只要你坚持不懈的锻炼和努力，你不但能够掌握这套拳的形体动作，而且也能掌握这套拳术的核心内容，就是它的攻防价值和攻防意义。这样就达到了内外兼修，也掌握了武术的核心动作内容，
就是技击的核心，增强了体质的同时，也掌握了攻防格斗技能，也提高了自己自身的防卫的能力。因此说，练好这套拳，对每一个习练者都会有很大的益处。下面我用慢动作演示一遍。
Thank you.